走不了道了，你说是下半身都，你说怎么整啊？就他就只能坐轮椅。就针对这个患者的情况呢，我们考虑了一下，就选择给他选择了一个这个坏死距骨的一个置换，把这个坏死距骨切除，然后选择跟他匹配的一个假体置入进去，替代这个假体的功能，恢复这个患者的正常的行走功能。